今天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也不知道夫人明天会出什么样的难题给我。啊！想什么呢？睡不着？还是说你在想慕千初？千初一天没有下落，我肯定一天都不能心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见你母亲，那感觉我真的觉得像又经历了一遍高考一样。我都及时把你喊出来了，怎么还这么怕？高考很难吗？当然了，你们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肯定是体会不到，高考那可是所有国人都很难忘的记忆。你知不知道当年我高考的时候，一怕背错考题，二又怕背错范围，还……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什么都紧张啊？你不但登台紧张，高考紧张，见家长更紧张。只有你这种自恋狂才不会紧张，好吗？你干什么？帮你消除紧张啊。公公，这么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而且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哪有什么星星可以看啊？跟着我走就是了，走。你能不能慢点？还有呢？哇，萤火虫，好漂亮啊！漂亮吗？你更美。哎，石小念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好看，连头发丝儿都觉得这么美啊？那是因为你看我看顺眼了，所以就怎么看怎么都好看了呗。那是，我公公看上的女人，自然是越看越好看。谢谢你带我来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谢谢你花尽心思让我开心，谢谢你这么肯定我，所以我会为了你加油的，公公。我不是说过，我才不要口头上的感谢。